15闹元宵，今年的元宵晚会河南卫视又要出圈了。晚会不设主持人，由上次唐宫夜宴的小姐姐们进行串场，而且很多都是实景拍摄，美轮美奂，意韵悠长，一下就把古风国韵搬到了观众的眼睛里。河南卫视出圈就是台里的春晚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。